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请各位听我读。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和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上帝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上帝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各位晓得使徒行传第八章所记载的是彼得他到撒玛利亚，他去传教传福音的工作的时候，有一个行邪术的西门，他看见彼得他们有这样的恩赐，可以替人医病，可以赶鬼，可以按手，就有圣灵赐下，他就很羡慕这样的恩赐，所以他就说啊，我送钱给你，我拿钱来买这样的恩赐。事实上呢，这个西门他好像也信了基督教，他好像也受洗了，他好像也成为基督徒了，但是我们晓得他根本与神无份无关，他的心术不正，他想用过去行邪术的方式来作为他后来得力的门户。所以呢，彼得在这里呢很严格的斥责他说，你无份无关，你不是属于神国度里面的人。我们看到行邪术的西门这样的一个人，他所做的事的时候，我们来想到太平天国，想到洪秀全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彼此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那在第四课里面呢，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一个专题呢，就是太平天国和基督教。在很多人很多慕道的朋友或者很多新基督徒的问题里面，常常会提到说，到底从基督教的角度，我们怎么来看太平天国呢？太平天国是一个农民革命呢，像中国历史里面所定位的农民革命呢，还是它是一个叛乱团体呢，还是它是一个基督教国教化的一个运动呢？这是很多人常常所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到底我们从圣经的真理的角度，我们怎么来看太平天国，怎么来看洪秀全呢？首先我们来看太平天国的发展的历史，那当然要先从洪秀全来讲起。洪秀全呢，他是1812年生在广东省的花县。那他年轻的时候呢，就像一般的中国的读书人一样，想借着考试来得到功名。所以呢，他就不断的一连串的去参加考试。但是很可惜，他每一次考试都失败，他考了好几次都没有办法成功。那么有一年呢，他在广州，他在省城考试以后呢，就收到了梁发所发的这个劝世良言。梁发这本劝世良言是九本小册子组成的，有的小册子呢讲圣经的一部分的一些经文，有的小册子呢就写到有关于上帝、关于耶稣的这一方面的教义。那这一本呢是一个很容易读、很容易了解的一本小册子，所以呢他常常在考试的时候，他就发给这些来考试的人，因为这些来考试的人一定是读过书的，一定呢是有受过教育的，所以呢他借这些小册子呢来传福音给这个特别的对象，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福音的方式。那过了将近九年以后，就是1836年的时候呢，洪秀全呢他就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异梦。在他的描写里面呢，他就描写说那一年呢他生病躺在床上的时候呢，好像灵魂出窍一样，他就被引到有一队人马呢来带领他到一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以后呢，他们说你要把你的心脏剖开，他们就把他的心脏剖开，把他旧的心拿掉，换一个新的心。然后呢就引他到一个宫殿里面，一个很华丽的一个宫殿里面，有一个黄头发的，他特别还写了说是黄头发的一个老人。
那么他就来对他说我是创造者世界上的人都是我所造的，但是呢，他们却离开我，背逆我，去拜偶像。我要派你呢下去，去斩除妖魔，去除去这些恶魔的势力。他说这个老人人呢，就对他讲这样的话。那后来他回去了以后，后来又再做过几次梦。那另外一次呢，他就见到一个中年人，中年人呢很忧伤的对他说，他说世界的人呢都是在拜偶像的，那我要派你到世界上去灭除恶魔。那他看到了他做过这几次的异梦以后呢，到了1843年，又是再过了几年以后呢，他才感悟到说，哦，原来我在梦中所看到的那个老人就是上帝，看到的那个中年人呢就是耶稣。那耶稣说我是天兄，那你是天弟，就是天兄的弟弟叫天弟，你是天弟，我派你到世界上去斩除妖魔，去我传扬真道。他才感悟到说，原来上帝呢是呼召他，选派他，给他一个使命，到世界上来做除妖灭魔的工作。所以呢，他就决心起来革命。那么也就是说呢，他看到了劝世良言以后，从劝世良言里面，他对基督教有一些粗浅的了解。各位晓得，劝世良言不是圣经本身，对不对？是讲关于圣经的一些教义，讲到一部分的圣经的经文。但是他就根据这个片面的了解，那加上他个人的幻想，就以为他得到上帝的启示。世上的上帝怎么会是黄头发的，黑眼睛的这一种的上帝的形象是这样吗？我们其实是不晓得。那上帝会派一个龙、一只狗、一只鸡来引导他。他在前面有讲说有一只龙、一只鸡、一只狗，然后呢还有一大堆的人马来引他到一个天上一个华丽的宫殿里面去。你就发现呢，他把中国民间的一些迷信啊、习俗啊、观念啊，都把它混合在一起，然后呢来建立他的一种使命感。所以到1847年的时候他就到了广州去跟一位罗孝全牧师，一个西方的宣教士罗孝全牧师去学道理他也读了很多的圣经他也在那个地方呢受洗，正式加入基督教。那么如果用一个很普通的或者是很广泛的这个标准来看的话呢，我们会觉得说，洪秀全呢他算是一个基督教徒了因为他也受洗了，他也正式加入基督教了，他也去学过道。但是呢，我们觉得他就像前面所讲的这个行邪术的西门一样，他听过道理，他也受洗，他也入了教，但是呢，他整个心术，就是说他的心呢不正，也就是说他对圣经的了解呢并不是很清楚的，不是很完整的，所以他根据片片段段的一些了解，那他就自认为是基督徒。他也加入所谓上帝会，后来因为上帝会原来的创始人去世了，他就成为上帝会的一个领导者，那就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要完成他的使命感，要来做太平天国的工作。1851年的时候，他在广西的金田村，广西的金田村就起义，那时候他所用的号召呢是打倒满清，恢复汉族。也就是说，用汉族人要打倒满清，要把满清人赶出去，这样的一种号召，那么来号召当时的人他说："我要杀尽妖魔上帝差派我来杀尽妖魔，好像替天行道一样。"所以呢，他就建立了他的太平天国的这样的一个势力。他的声势非常的浩大，因为呢，他初期的时候呢，主要是以广东、广西的客家人为他主要的基础。那客家人呢，大部分是在山村里面，客家人是很团结的，而且当时清朝的政府非常的腐败，民不聊生。而太平天国呢，在初期的时候，他所用的号召以及所实行的制度呢，都有很特别的地方，所以呢，一时之间呢，就号召了广东、广西的很多的客家人加入他一起来做起义的工作。当时呢，除了洪秀全、杨秀清以外，那冯云山，另外石达开，还有韦昌辉，一些有钱的人也都加入太平天国的他们这个行列当中。所以呢，短时间之内呢，声势非常的浩大。而且太平天国呢，他们是强调说，我们是来除妖斩魔的我们是替天行道的不要怕死，因为死了以后你就可以升上天堂。所以呢，不怕死的太平军，来对抗那些贪生怕死的清朝的军队，所以呢，他就势如破竹，
这是王志新教授呢，在《中国基督教史纲》这本书里面他所提到的。他说，相对之下呢，太平天国初期的阶段的时候，那他真的是势如破竹。所以呢，他们1851年9月的时候就建立了太平天国的这样的一个国号。然后2年之间，你看不到2年之间，他们就从广东、广西、湖南，然后呢就顺着长江下游呢顺流而下，就攻占了南京，然后定南京为国都，就建立了太平天国的组织。啊，这是在以往农民革命里面呢很少有的这样大的规模跟这样大的长时间的统治。太平天国呢，在本质上基本上呢是传统的农民革命，跟中国历代的农民革命的性质是很相似的。但是呢，所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太平天国呢，它有一个很理想化的一个社会改革，是非常激烈的，它有社会改革的理想。过去农民革命呢，主要是官逼民反，就是官吏腐败、贪污征税很重，那么人民没有办法生存了，只好起来反抗。但是太平天国呢，它确实是有理想的。主要是因为洪秀全呢，他学过一些基督教的道理因此呢，他确实把一些圣经当中的一些社会改革的一些理想呢，也放到太平天国的制度组织里面。所以呢，他所用的方式呢，是有相当不同的比如说，他在乡村里面就行乡村自治的法规，也就是说，乡村里面每一个农村里面，他们可以自己来管理自己不是完全靠官府的统治，有基本程度的一种自治的这样的一种制度。另外呢，就是他们在土地的分配上呢，用新的田制的分配，不是过去地主跟佃农这样的关系，他让农民呢，他拥有自己的田地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好的一个制度。另外，他废除农村里面很多很不好的一些恶习比如说像妇女要裹小脚的这个制度呢，他就废除掉了同时，纳妾，比如说娶包二奶纳妾的这种坏的习俗，他也是在太平天国里面是严格的禁止的。另外呢，他办了很多的教育，也就是说，在太平军里面，所有的人他们都要学制，都要受教育，要学圣经，好像这种教育这一方面呢，那是以往农民革命没有做到的。另外呢，就推行白话文，那这也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那么，请各位看太平天国的《三字经》，太平天国的《三字经》。那在《三字经》这里面呢，你看他就讲到用《三字经》的方式来讲一些太平天国的教义。他所谓的基督教的教义，看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万物备。6日间，尽造成人载物，得光荣。人载物就表示说人献祭，然后呢就得到神的许可。7日拜，报天恩，就是说第七天要做礼拜来报天恩。普天下把心虔说当初讲藩国敬上帝以色列就是讲当初以色列国的情形。然后接下来就讲到雅各的12个支派的这些情形好，我们接下去看到后面一点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然后再看到最后就说这一个图表的第三行最后第三行这里，皇上帝悯世人，遣太子，各位看他用太子这个名称遣太子降凡尘，约就说他的名字叫耶稣，救世主，代赎罪，真受苦。十字架钉其身，流宝血救凡人，死3日复重生，40日论天情，就是讲论天国的事情。临升天，命门徒传福音，宣诏书那么得上天得上天就是将来信的人呢就可以得上天上他用上天，不信者定罪先那么像你看这种幼童诗《三字经》呢，就是用很浅显的白话文。很容易明白的方式呢，来传福音那这是当时一般的人呢还比较少用到的当时白话文的圣经看马里逊所翻的圣经是用文言文的白话文圣经呢，新旧约圣经全部出来要到1919年，要民国以后。但是太平天国在当时已经开始用当时一般人讲话的这种语气，就称为所谓白话文来解释教义的事情。我们看他们天堂诗天堂诗那边呢，你看这里写的很有意思他说贵贱皆由己，为人当自强，天条遵十款，享福在天堂。天条遵十款呢，也就是说太平天国呢，他颁了一个天条10个天条，也就是所谓旧约的十诫。
那么他就说天条遵实款享福在天堂就是用这种很浅显的一般民众能够懂得的话来讲他们的天堂诗，劝人说你要遵守十戒，将来可以上天堂。那像权大吉师人自脚下一二三，一直不出在中间，为人不可起歪心，权尽上帝自无由。这一首诗呢，主要是在讲"权"这个字，因为洪秀全叫权嘛，所以他叫十权大吉师。那么权就是说人的下面有一二三，权这里不是有三画吗？然后呢，所以人字脚下一二三，一直不出，就说那个直行呢不出去，就说人他当然就影射说人心里面要正直了所以这个直呢不可以跑出去的，有一个范围的。一直不出在中间，那么人，然后在一二三下面加一个直，不是就是权字吗？所以这个一直不出在中间，那他用权这个字呢，要表达一个意思呢，就是说人的心里面呢不可以起歪心，因为那个权字中间那个直呢是不可以跑出去的要正正直直的，所以人要正直的意思了，人心要正直，不可以起歪心，然后要权尽，权就是完全的来敬上帝。那自然呢，你就不会有怨尤，就不会有过错。所以呢，他一方面把自己的名字来夸大把自己的名字呢来膨胀，同时呢，也借这个名字，好像中国传统的猜字的这个方式呢，来表达一个很浅显的一个道理。那么从这几个例子呢，就各位就可以看到洪秀全他当初有一个很聪明的一种用普及化的大众化的方式呢，来传他的教义，还把他的理想传出去，而且。太平天国呢，跟其他农民革命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洪秀全呢，他也开科取士。开科取士意思呢，就是说他也用考试的方式选举秀才、选举举人、选举状元以往的农民革命呢，就没有像他一样，他是真的想建成一个国家的一个规模，建了一个朝廷的一个规模。同时呢，他也强调男女平等男女平等，也就是在太平天国里面呢，妇女的地位是很高的。这是其他农民革命里面也没有注意到的。他那时候也有女兵，也有女的也可以当兵，有女兵营女的营。那男女兵营呢要分开，道德标准这方面呢定得很高这是他的一个不同的地方他禁足缠足，让女性可以得到解放像这些呢都是太平天国的一些特别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够以。短短的时间里面能够攻下南京，而且呢，能够影响那么大的一个范围，主要长江的上游、中游、下游的地区里面的太平天国都有相当的势力。而且各位晓得，长江以南就称为江南地区，江南地区呢是中国最富裕的地方。而且从唐朝、宋朝以后呢，江南的地方渐渐开发，后来在北方的朝廷，他们所需要的粮食、所需要的税收。主要很大的部分都是靠中国江南以南的地区，所以呢，太平天国占领的中国江南以南的地区呢，对清朝政府的破坏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你看，有将近13年的时间，满清政府呢，他没有办法在江南的地区有税收，而且江南地区的这个整个的领导权都被太平天国所控制所以对北方来说呢，他的国库就空虚，他就要开始借外国的钱，叫借外债。借外债呢，就从太平天国占领了以后呢，他们就只好借外债。借外债的话呢，对外国势力的依靠就更强，就对外国的势力的依赖性就越强。那导致后来清朝政府呢，他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自立的一个朝廷，他在做决策的时候，以及他在很多的事情上都要依靠外国的势力。那另外一方面呢？外国的货物外国的势力进入以后呢，也引起了民间的反感，引起了民生工业的一些破坏，那这导致后来义和团事变的原因。那这些呢因素呢，都跟太平天国有关系，而且太平天国呢，使得清朝的国库空虚，因此呢，后来国家的实力就衰弱了。国家实力衰弱以后呢，在对外打仗或者要做什么建设的时候呢，就有心而无力那这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以及呢，后来因为满清政府的军队就瓦解了，因为太平天国呢把清朝的军队呢彻底的打垮了，所以呢，清朝政府就必须不得不要重用汉人来组织新的军队，所以像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然后也都是汉人来领导军队，自己拉队伍组成军队。
那这样的话呢，清朝的统治的力量呢，也渐渐的又转移到汉人的手中。所以太平天国的这个革命运动呢，是一个很大的，在中国近代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次革命运动啊。这个革命运动呢，直接的促成了清朝的灭亡。可惜呢，太平天国就是他们定都南京以后，渐渐的就安定下来哈，安定下来，那个革命的锐气呢，渐渐就失去了。那接下来就内讧，接下来呢就有很多的斗争，内部的斗争的问题，啊，他们渐渐也腐化了。所以呢，后来啊，过了13年以后，他们还是被啊满清政府所消灭哈。好，这是有关于太平天国哈一个简单的历史呢，我们做这样一个介绍。那我们在这里呢啊提太平天国和基督教呢，我们主要是来看，我们从基督教的，从正统的基督教的角度来看太平天国，到底我们怎么样为太平天国来定位呢？我们刚刚讲说，从政治上来说，这是一个农民革命哈，但是呢，它在农民革命之外，它有很理想化的一个社会改革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因此它所行的制度，它所做的这个建设呢，跟其他的农民革命是不一样的。农民革命呢，很多是破坏啊，破坏性以后，后来成功了才成为一个新的朝廷。那太平天国呢，从一开始它就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会改革的理想。但是呢，我们看太平天国的政治、政教制度跟思想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它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啊。就说虽然它跟基督教有关系，但是呢，它像是一个啊似是而非的基督教改革运动，它不是一个真正的、纯正的基督教改革运动。比如说哈，在太平天国，他们出兵，每一次要打仗的时候，他们出兵的时候呢，啊，他就会写一个角文哈，这是历代的革命运动者都一定要写一个文告，昭告天下。他说：“天父天兄，命我曾圣祖天王降还御史啊！”你看他用这个名词的话，“天父天兄，命令我的曾圣祖天王来降还御史啊！”这种名称、这种思想观念呢，跟中国传统的那一种啊，农民革命或者传统的这一种民间的思想呢，是非常相似的。第二个呢，它的军律就是军队里面的律例里面呢，有一条哈，第一条就是要落遵天命，第二条要熟视天条，就是十诫赞美、朝晚礼拜、感谢规矩及所颁行的诏谕哈。他用诏谕这种名称的时候呢，就会发现他还是好像中国传统的农民革命所用的这些名词。那第三个呢，就是在天条下面呢附加一首诗，好像“皇天上帝是真神，朝夕礼拜至超生，超生超生”，好像你的命运可以超生一样哈。天条十款当遵守，切莫鬼迷昧信真哈，不要被魔鬼所迷惑的，那蒙蔽了你的真实的性情哈。好，第四个呢，就是他的每一支军队呢一定有礼拜的地方，这是很特别的，也就是说他每一次。啊，每一个军队，比如说这一个团队哈，这个团队这一队要出去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先做礼拜。那么他做礼拜的时候，他的仪式呢是天主教跟中国拜天的习俗呢，把它融合在一起。中国传统有一些拜天哈，那么还有天主教的仪式呢，他把它放在一起。会堂呢在北边的时候设一个桌子，桌子的前面呢就有绣花的桌布，然后呢上面就悬挂一个帷帐哈，一个帐幕，然后呢啊挂画轴。两边有油灯，油灯当然太平天国的解释是代表圣灵哈，圣灵好像一个明灯一样哈，就是有一个灯，然后呢插尖角的小黄绸旗哈，这好像啊《三国演义》的时候哈的那种正式哈，这是很有意思的。那在电视剧里面呢，各位也可以看到那一种的大概的那种样子。那第五个呢是做礼拜的时候呢，他们要跪下来来诵一个章表，也就是说做礼拜的时候，他要写一个好像出师表一样哈，我要出去打仗了，写一个表，然后呢把全营的这整个营的人的名字呢都写在上面，然后呢把这个章程献上，然后把这个章程烧掉，这是当时呢所用的一种仪式跟规矩。好，另外呢第六这里讲到说，太平天国在制度上呢是军政教合一的，也就是说。地方官呢，他就是军事的首脑，就是牧师，就是传道人哈。所以呢，做礼拜的时候呢，军事的头脑呢就坐在圣桌，他们叫圣
那打仗回来以后要做礼拜，要讲道，然后就检讨说我们这次打仗有什么得失的地方，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啊，要做礼拜，要祷告，啊，那这是很奇怪的一种风俗，就是，啊，要军事、政治跟宗教这三个完全结合在一起，啊，是这一种的仪式的方式。那第七个呢，就是他很激烈的来改革传统的习俗，他强调说要废掉偶像，废掉偶像呢，比如说像孔子啊、祖先牌位啊，这些当然都要拆掉，啊，庙要把它拆掉，甚至连天主教的圣母像也把它拆掉，他认为这是偶像，啊，这不应该有的全部也把它拆掉。然后要用天历，天历呢就是有点像类似西方的这个历法，中国传统是用中国的农历嘛，啊，那太平天国呢，它主要是采取西方的西历，但是跟西历又不完全一样，它是叫天历，就是太平天国自己弄的一个历法。然后呢，行共产的制度，共产制度意思就是说，他们打仗归来，他们所掳掠到的财物，所得到的财物呢，就归公，然后呢，由公家再来分配，这是所谓共产的制度。这一种的制度呢，就是中国历代的农民革命里面呢也没有的，啊，这是太平天国很激烈的一种改革制度。但是他这种制度呢，因为实行出来的时候呢，太过于激烈，啊，所以呢，民间有很多反抗了。当然，在他统治的地区是可以实行，但是呢，有很多传统的士大夫啊、民间的人呢就反对。另外呢，基督教的宣教士呢也反抗，啊，因为他把天主教的圣母像也弄掉了。当然，基督教基本上来说，根正教是比较支持他的，是比较同情他在初期阶段。那天主教呢就很反对他，因为天主教呢觉得他也破坏了天主教的圣母的像，啊，那我们来分析，啊，来看太平天国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他呢？第一个呢，我们看到他的这些脚文、诗文、天条、仪式里面呢，你都从圣经的真理来看他的上帝观，他所讲的上帝呢，还不是中国三代以前的那个上帝，而是民间传统迷信的叫所谓皇天上帝，就是中国民间所信仰的这种皇天上帝，是已经混合了佛教、道教的很多的观念呢，把它混合在一起的，哈。这种皇天上帝跟基督教所讲的这个真神是同一位吗？我觉得这是它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一种上帝观。好，再从基督论的角度来说。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称耶稣基督为天兄吗？天兄，耶稣基督是天兄吗？他称耶稣为天兄，然后自己是天兄的第二个弟弟了，意思就是说耶稣是长兄，然后呢，我是老二，尊耶稣为老大，然后我是老二，那么用这样的基督论来建立他的一个合法性的地位。我想历代以来，历代的异端里面倒还没有听说把耶稣当天兄的，就说对耶稣基督的了解不是很明确的。第三个所谓人论，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当然包括天王洪秀全在内，他的使命是降凡驱逐妖魔吗？啊，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的人论的话呢，人呢是，啊，有罪的，啊，人是有罪性的，人是完全不能够自救的，完全要靠耶稣基督的恩典的。那神确实是颁布我们大使命，但是大使命呢不是用这种暴力的手段，啊，因为耶稣基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啊，他自己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天使天君来为他来征战，但是耶稣基督呢不用暴力的手段，他用爱的饶恕的手段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呢，太平天国这一种说，啊，我是降凡来驱逐妖魔，我要用武力的手段来建立一个新的政权，事实上这是人论这一方面的一种错误，啊。那么简单来说呢，太平天国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他是把本色化误导成混合主义，也就是说他努力的要所谓基督教的教义，让他的太平天国的教义呢可以普及到民间，所以呢他，啊，用大众化的方式，白话文的方式，用这些，啊，改革政治制度的方式，改革教育，改革，啊，社会风俗的方式呢，他来要让信仰呢来普及化，让信仰能够大众化。但是呢，大众化的结果呢，是使得，啊，基督教世俗化，啊，使得他的信仰世俗化，而且他采用基督教跟民间宗教的形式呢，却不了解这真义，所以呢，就产生一种不伦不类的情况。无论是中国士大夫，无论是，啊，外国的宣教士，后来都没有办法接受。那他的这一种的努力呢，在动机上、用意上可能是好的，但是呢，他在做的过程当中，无形当中又落入所谓混合主义的危险当中，啊。我们前面讲过，
景教是一种混合主义的失败，元朝也是一样啊。天主教呢，在进入中国的时候，耶稣会的宣教士也是一样，为了要减少一般人的排斥感，因此呢，他用了不少的这所谓混合的方式，在形式上采用中国传统的形式。本来他在意义上是希望说，在意义上不改变，但是形式上改变。从理论上来说，我们在传教的时候，意义上不改变，形式上来改变，这是可能的，这是可能的。但是呢，我们已经讲过，形式往往会影响一般人对意义的了解。所以呢，你如果采用传统形式的时候，会使得一般人以为说，那既然我可以祭祖，可以拜天，所以呢，就表示说，那么我们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话，跟基督教是一样的，会带来这种误会。那太平天国呢，导师他很强烈的把传统的仪式，把传统的习俗呢，要把它改变掉，所以不可以拜偶像。但是呢，他虽然不拜偶像，但是无形当中却又把自己当作偶像，也就是无形当中呢，洪秀全又在搞一种造神运动，他把自己当作是天兄的弟弟，是天帝，他是天王，他是奉天来行事的，他是秉承上天的旨意来除尽妖魔的。那这样呢，无形当中呢，他破坏了偶像，又制造新的偶像。他改革中国的习俗，但是呢，他一方面呢虽然改革，但是又采用了不少民间传统习俗的形式。所以呢，一方面是在真意上，他的本身是似是而非，是混淆不清的，是不明确的，在真理上是不明确的。另一方面呢，在形式上呢又不伦不类，不中不西，然后呢又不古不今，所以呢，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就看到，虽然民间迷信的人也许会接受，也许会有熟悉感，但是呢，它基本上呢，在这个整个的真意跟形式上呢，它是一个很失败的一个示范。也就是说，我们讲到真意，圣经的真意，古今中外，垂直四海而皆准，是不应该改变的。但是在形式上，我们应该有创意的，有智慧的，来建立一个新的形式。这个形式呢，不要太过分的西化，使人觉得说基督教是西洋人的宗教，是洋教。但是呢，又不要太过分的传统化，以至于人家觉得那么基督教呢，就跟中国传统民间信仰又一样。不要过分的西化，又不要过分的土化，就是传统化。那么怎么样能够做到恰到好处呢？这个真的是需要很高的智慧，需要神给我们智慧。在本色化的过程当中，这是不断的我们要遇到的挑战。即使是今天，今天的话呢，我们已经很少传统的那一种的服装礼仪习俗，但是我们在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里面，其实一直到今天，无论是在中国的国内，无论是在海外华人当中，我们传统文化的影响还是相当深厚的，其实还是有的。那我们怎么样把基督教义的基督信仰的真义表达得清楚，但是呢，对今天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又在新中国长大的，或者是在新的后现代化社会里面成长的这个一代，我们怎么样用他们能够熟悉的、能够接受的表达方式呢？无论是在名词上，无论是在诗歌上，无论是在传教的这一个方式和使用的媒体上，那这一些呢，都是我们需要神赐给我们用各样的智慧，把众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所面对的挑战。那在中外的历史当中，中外教会历史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一些所谓混合主义的一些例子比如说初期教会的所谓诺斯底主义就是一个情形。诺斯底主义呢，当时是一些很有智慧、一些很有知识的一些人他们希望呢把基督教的教义呢能够让知识界的人能够明白。所以呢 Gnostic 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就是智慧的意思也就是说唯智，唯有用知识、用理性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解释基督。所以他们在解释基督的时候呢，无形当中呢，就是认为说基督不是完全的神基督只是在受造者，基督是神所造的一个神，次等的神英文叫 lesser god， lesser 就是说差一点的，是差一点的神，也就是说他不是原来的创造者他是那个独一的神所造的次等的神，
然后呢，借着这个次等的神造出这个世界来。所以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罪恶？这世界为什么会有灾难？就是因为它不是那个完全的、全知全能的、全善的神所造的，是一个次等的神所造的。所以呢，次等的神总会有一些缺陷，这世界才会有这么多的缺陷。这是所谓诺斯底主义当时要来能够解释世界上为什么有苦难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那么他就用人的理性所能够想出来的方法来想出这个所谓诺斯底主义。所以呢，诺斯底主义在基督论方面否认耶稣基督与真神同等，这是所谓混合主义。它的其他教义方面跟基督教非常的相同，但是主要就出在基督论这个问题上的时候呢，那在基督论上面呢，它走了一些偏差，叫做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主要就在这里，就是它好像有一点点的错误，那这一点点的错误却是很关键性的，基本教义性的关于基督论的错误。那这个错误呢，就影响了他整个的思想跟观念，这是我们看到混合主义的例子。那么到了19世纪、20世纪以后呢 ，Bultmann 呢，他提出了一个叫灰神画画的观念。灰神画画，灰意思就是说要除掉。基督教教义里面不要把神话的因素放进去。他认为说，圣经是真理，圣经所讲的是真理，但是圣经呢是用神话的方式来表达真理。比如像创造啊，像耶稣死而复活啊，像这些呢，都是用神话的方式来表达真理哈。他不是说不相信圣经，他是认为说圣经是用神话的方式来表达真理。所以呢，他说我们应该要把圣经中神话的部分去掉啊，那些神话的部分呢，你不要照字面去相信它。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对知识分子传福音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被接受。这也是在理性主义时期里面。他以为要帮圣经来解决问题，帮上帝解决问题的时候呢，就落入这种所谓混合主义的危机里面。那像 Paul Tillich， 这是在二次大战以后美国很重要的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位所谓的神学家，他被称为存在主义神学家。存在主义呢，各位晓得，存在主义强调存在先于一切，就是说我思故我在，我在故我思。因此呢，他就认为说人的存在是一个根本的问题。那他就提出很多观念，他就是用存在主义的哲学的观念呢，他来解释圣经。Paul Tillich 呢是美国哲学界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人，只要谈到西方哲学，一定要提到田立克。在混合主义的代表人物当中，就是我们在讲到混合主义的时候，那一定要提到Paul Tillich。Paul Tillich， 因为 Paul Tillich 他是一个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他强调用存在主义的这个名词，用存在主义的方式来了解基督教信仰。他的动机呢可能也是一样，因为存在主义是40年代、50年代、60年代呢在西方国家非常盛行的一种哲学思想。那么他就觉得如果用存在主义的名词来解释基督教教义的话呢，一般知识分子、一般哲学界的人容易明白。所以那时候呢 Paul Tillich 就田立克呢，他就发明了几个很重要的名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名词叫 ultimate concern。 ultimate concern， ultimate concern 呢是从存在主义的思想里面出发的。因为存在主义呢强调人对实存的思想，对存在的思想呢这是他认识的一个基础。那么 ultimate concern 呢用中文的意思来说就是终极关怀，终极的关怀。那么他就说上帝是什么呢？上帝就是人对终极的关怀。他说每一个人对于终极，也就是说至真、至善、至美，都有一种关怀，都有一种向往。每一个人内心里面都有对于真的、善的、美的关怀。所以呢，上帝呢就是这个关怀的源头，就是人至终关怀的源头。那他所以他用了这个词叫 ultimate concern 这个词，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哲学名词。那各位以后如果有机会看英文书的时候呢，在英文书里面常常会用到这个词 ultimate concern， 终极关怀这个名称到底对不对？如果我们从信仰的角度， 从正统的神学的角度来看，上帝是人终极的关怀吗？关键就在于说上帝是因为人关怀他才存在吗？还是他原来就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者呢？人不关怀他，神是不是还是存在呢？
实际上这是先后的问题，也就是说神的存在不因为人是不是有这种真善美的向往他才存在，神他本来就是一个客观的存在。那么像存在主义者的始祖叫做 Kierkegaard 奇克果，有人翻译成奇克果，奇克果他还是提到说圣经是上帝的话，但是必须要人读了圣经有回应他才成为上帝的话。这一句话呢，第一句是对的，圣经是上帝的话，但是呢，很多人读圣经呢是仪式化的形式化的读，因为奇克果所在的那时候的欧洲教会，北欧的教会呢，信义宗是国教，那么国教呢就变成仪式化规条化，人没有生命的那种领受，那他就特别强调说你读圣经你一定要有个人的领受，否则的话呢圣经对你就没有意义，就对你就没有帮助。但是他强调到一个过分的时候呢，他就用英文的大写的 word， 大写的 word， 各位晓得我们在写圣经是神的话的时候 WORD， 这 W 这个 W 要大写的，一定要大写，因为大写呢特别指说这是话，这个话呢是专有名称，特别指神的话。他说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没有读到你的心里面去，如果圣经的话对你没有触动，那么它就变成小写的 word， 就变成普通的话了。本来他的意思是说圣经如果对你没有感动，你如果没有把你的心放进去的时候，圣经对你就没有意义，它就跟普通的话一样，所以他说，读圣经，圣经一定要是一个，对你个人有帮助，它才成为神的话。那这一句话呢本身在观念上有错误，因为这个错误在于说不管你读圣经的人有没有感动，圣经都是大写的 word， 都是神的话，不是你有感动了它才成为神的话，不是你读了以后有触动对你有帮助它才成为神的话。圣经的神的话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不管你相信不相信，不管你有没有感动，它都是神的话。它的用意是要强调基督徒读的时候要用心来读，不要只是用理性用形式仪式来读，但是呢，这个强调到极端的时候就产生这个混合主义的危险。同样的田立克也是一样，田立克的这个存在哲学呢也是一样，也是他强调上帝是人终极的关怀，他是主要是强调说人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这样强调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无形当中又把真理又会有一点混淆，又变成似是而非的一种神学信仰，这是所谓混合主义的一个例子。那像新纪元运动也是一样， New Age Movement， 这是一直到现在都非常盛行的，特别在音乐界里面，在音乐界里面我们现在常常听到的一些音乐事实上都是新纪元的音乐。那新纪元它简单来说是强调什么呢？新纪元强调说神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所以呢你可以在任何地方都看到神。那他这种观念的话也是讲到说你在花里面，在草里面，在云里面，在大自然的现象里面都可以看到神。请问这句话对不对？这句话对不对？诸天是说神的荣耀，从腔传扬他的手段，神也借着大自然来把他自己启示给人。但是呢他这一个这样的一种，自然启示强调到一个过分的时候呢，渐渐会变成说好，你在任何地方都是神，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个花草树木也是神，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大自然的规律它也是神的一个表现，然后接下来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成为神。这是所谓幻神论，就人人都可以成为神，意思就是说神呢不是在那个地方的那一个创造者，神在世界上每一个地方都是可以看到神，那就有点像是一个幻神论的这种观念，这是新纪元。但是新纪元呢很容易被知识分子所接受，因为呢他不强调那个独一的，永存的审判的这个神，他是把神呢大众化，所有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神。那这是新纪元运动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新纪元运动他所写的诗呢就非常的田园化，非常的自然，非常的祥和，因为他认为人心里面升华的时候你就是神了，所以呢他在这样的观念里面就很容易被一般人所接受。那这也是所谓混合主义的问题。文显明，南韩文显明的统一教基本上也是一样，他采用基督教的教义，但是他又加上了很多其他的自己发明的许多的理论。
那他其中有一个理论就是要换血统，就是血统要换，因为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心，那成为我们新造的人，所以要把血统转换，而这血统转换是借着通婚，借着、生育，然后来转换这个血统。所以呢，第一个转换是日本人跟韩国人的血统转换，他的原配去世以后，他就跟、日本人结婚，所以他血统转换以后，然后再来这个新的下一代再跟美国人、不知道为什么要选美国人，然后他就跟美国人 再转换一个血统，然后再跟德国人转换血统，最后跟犹太人转换血统。也就是说他有一套的一种血统转换的一个理论、就是说他把基督教的教义然后又加上了许多的一些教义混合在一起，这成为混合主义。那如果我们来看洪秀全、看当时太平天国的时候、当时太平天国的在教义上，在一些思想观念上呢，是很典型的混合主义的这种观念、他认为说天王洪秀全的异梦呢是上帝给他的启示，然后呢东王杨秀清的异梦呢也是一样，因为杨秀清呢常常也是有做异梦，那做异梦以后就说好、上帝要我吩咐什么，要我命令什么，他是假托上帝的旨意来行他的事实。那事实上呢，杨秀清呢他在生活行为上是很淫乱的，而且他有很多的政令，有很多的规矩呢是非常古怪的，所以呢不可能神会借着这样的人来传托他的旨意，但是呢他就夹这种异梦，借着异梦呢来建立他的属灵的权威地位。那么像、我们来看第十条，这里说安息日要遵守吗？他说我们要遵守的，但是礼拜六是安息日。所以呢基本上呢他是守旧约的律法，他在律法上呢是守旧约的。有人就批评太平天国说他们的、信仰呢是停留在旧约，他们还没有进入到新约里面，就是他大部分呢都是非常像旧约的。那像第十五条，你对天王降凡如何来解释呢？他说意思只是带着神圣的旨意降到世间，他说意思是这样，带着神圣的旨意降到世间，但是他却不断的用天王降凡，用降凡这样的一种观念呢来建立他的属灵上的一种地位，要让人来相信他、你会发现这很多很多方面、是、跟这一种、迷信呢是结合在一起的、那当然洪仁玕呢他要代表天王来讲话，所以不一定、他完全赞成，但是呢他因为是一个所谓外交部长，或者是所谓总统府的发言人、或者是国务院的发言人，他要代表这国家来对外发言，所以他不能够跟他们的整个制度啊，跟整个观念来违抗，所以呢他说讲的是代表官方的一种思想说法、那在这里面呢各位可以看到他有很多混合的情形。太平天国的失败呢，也就是说他是靠迷信跟超自然的法力呢来建立权柄，不是真理跟品格。也就是说一个领导者一方面呢他一定要有绝对的真实的真理来作为他的根基，同时领导者的品格非常重要。你看美国开国时期的时候，华盛顿、杰弗逊这些人、虽然他们不是说他们、在信仰上呢不能用传道人的标准去要求他，但是你像华盛顿他的品格，像林肯他的这些品格、可以说呢都是、他成为一个领导者很重要的基础。领导者本身有真理的根基，又有优良的品格的时候呢，就可以让这个国家在走一个方向的时候呢有一个共同的大家遵守的品格。那么现在像特别像克林顿这样，他作为一个国家领导者，但是他在品格上呢是那样的败坏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社会的风气就越来越走向一个败坏的一个方向。所以呢如果没有真理跟品格的话呢，只能获众于一时，却没有长久的根基。这是我们从今天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太平天国虽然初期的时候有很好的社会改革理想，我想大部分的革命团体在初期的时候都有很好的改革，都有很好的理想，但是呢，如果领导者跟底下的跟从者没有圣经真理跟品格根基的时候，那么人心的败坏就会使得当初很良好的意愿渐渐的呢就腐败下去。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这真的是至理良言。所以太平天国也是一样，开始的时候他有很好的理想，但是等他拥有权力以后，特别拥有绝对的权力，他又借着天王降凡来建立他的权柄，他拥有了这样的权柄以后呢，他就绝对的腐败下去。
这是我们看到同样的模式不断不断不断的在重演。那太平天国也是一样，这些领导者他没有真理的根基，没有属灵的品格，因此他所建立的政权就变成是人的政权，人的政权，罪人所建立的政权一定会在罪恶中就衰亡。这是我们从中外古今的历史当中都看到这样的明证。那么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混合主义的例子呢，最明显的就是出埃及记32章那边亚伦造金牛犊的这个例子。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出了埃及，那么在出埃及记20章开始呢，神已经颁布律法诫命给他们，当然那时候摩西还没有下山，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已经知道说神行了10大的神迹，对不对？神行了那么大的神迹，使得他们可以出埃及啊，可以过红海，可以啊来到神的山下。但是呢，他们在思想、在观念、在文化，甚至在饮食的口味上呢，还是埃及化的犹太人啊。他们已经出埃及，但是呢，他们还在过去的文化习俗的传统当中。所以呢，当摩西很久没有下山，当他们看到这个神好像很久没有对他们说话的时候呢，啊，他们就说啊，那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是拜金牛犊的，那我们现在也造一个金牛犊来拜他，把他当作神，也就是说把埃及的偶像当作现在所拜的神，用拜偶像的观念方法来敬拜真神，啊，这是太平天国根本的问题。也是在我们宣教过程当中会见到的许多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在传教的时候，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接受的时候，不知不觉的他把真神偶像化，把信仰功利化，把信仰混合化，那这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所看到的。因此当一个人说我愿意信，我愿意洗礼，我信上帝的时候，你要知道到底他所信的是什么，到底他对信仰的认识正统吗？清楚吗？纯正吗？他对真理的认识全备吗？这一些都是我们要小心要注意的，不要让我们的信仰呢不知不觉当中混合到当今的习俗思想文化观念里面，特别特别在价值观在世界观里面，我们晓得以神为中心的话，那么这是神是我们思想行为动作存留一切的根本，我们就不要再把过去随从今世的风俗死在罪恶过患当中在魔鬼权势底下的那一些习性那种思想那种观念带进来。比如说像我们今天人很多人用功利的观念来接受信仰，好，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上天堂，当然这样的观念没有错，信耶稣是得永生，但是我们想到信耶稣得永生上天堂的时候，不知不觉无形当中呢，把信耶稣能够上天堂跟拜菩萨可以多子多孙多福把它混合在一起了，就变成我们拜一个新的洋菩萨，但是我们在观念上呢，还是信耶稣以后我可以得什么好处。据说以前西方宣教士来中国的时候，他们就在教堂的门外写的信耶稣得永生，那个永生，那有一个调皮的孩子呢，就把永生上面的那个永的那个一点有没有把那个花取掉取掉，然后生呢把那一撇取掉，就变成信耶稣得水牛，信耶稣得水牛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过呢这一件事情呢倒是很有趣的如果我们有图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画起来然后再把它画掉好，信耶稣得永生，然后信耶稣得水牛，很多人在观念里面确实就以为好，我信耶稣以后我就可以得水牛，我信耶稣以后呢，我就可以得到身份，可以得到金钱，我可以得到升官发财，我可以凡事顺利，却没有强调到信耶稣的时候要为主受苦，信耶稣要愿意付代价，信耶稣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信耶稣当然是得永生，信耶稣我们可以上天堂，信耶稣以后神乐意把他一切的恩赐把他美好的赏赐赐给我们，但是我们也知道信耶稣你要跟随他的脚踪行的时候，就跟他一起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也就是说信仰我们要讲的全备，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要讲的清楚，不要让我们习惯的这种混合的这种思想跟观念呢混进了我们的信仰当中，以至于他所信的不是一个清楚的纯正的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信仰我想这是我们在太平天国的传教过程当中所可以看到的。
这是个人性的信仰上啊。同时呢，从一个集体的信仰上的角度来说，太平天国他是想要把基督教的教义落实在社会制度甚至整个国家的政治体系里面，这一种尝试呢，我们也看到在中国的这个尝试是失败的，是失败的。基督的信仰只是为个人吗？只为个人的福音吗？当然不是啊。基督的信仰一定会改变社会，一定会影响社会，一定要能够改变社会，影响社会。但是当我们把基督信仰推行到社会上的时候，特别像太平天国一样用政治、军事、经济的手段推行到社会上的时候，那我们会看到无形当中渐渐的就落入中世纪的时候，我们称之为所谓教会黑暗时期的时候的那种情形。当时教皇本来只是一个属灵领袖，但是因为当时回教的势力兴起，很多的异端兴起，那基督教呢又面对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所以呢当时教皇就起来成为一个领导者。他本来只是一个属灵的信仰上的领导者，他本来只是一个总主教，但是呢因为他必须要办学校，一定要做平民的教育，他一定要让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的这种经济社会的体制呢能够安定下来，所以他也介入到经济，介入到社会的改革里面。同时因为社会上的人没有受到教育，而读圣经是唯一受教育机会，所以呢教会当中也办了教育。那无形当中呢，这些权力就渐渐就集中到这个所谓教会的体制当中，借着这个地方性的神父修女，然后在主教，然后在省主教，然后在国家就称为枢机主教，然后到最后枢机主教选出来的这个教皇教宗，那么就成为全世界的总主教。在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呢，我们就会发现无形当中教会介入到政治界、经济界、社会教育界、军事界里面，甚至到军事里面。那这样的话呢，教会一定会渐渐的产生很多腐败的情形，产生很多人的有限所造成的这一方面的问题。所以当教会要关心社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这个前车之鉴，中世纪的天主教以及太平天国在中国的这一个前车之鉴。前车就是说前面的车翻倒了，他为什么会翻倒呢？为什么会失败呢？我们应该从他们那边学到一些教训。也就是说，当基督徒要用集体的力量来关心社会，或者是改变习俗，或者要影响社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注意到我们在做法上在时机上要谨慎到人心里面可能有的败坏。我们在金钱上、在权力上是很容易受到试探跟引诱的，因此在使用的时候，我们在分配的时候，在实行的时候，不要说整个社会，单单在教会这个很小的这个范围里面，都常常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我们不要太过于自信，我们要对人性里面的许许多多人罪性里面所可能产生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很高的警觉性。因此当我们在执行的时候，在分配的时候，在使用的时候，我们避免到一些人的贪心，或者人的有限、人的软弱所可能产生的问题。那至于基督徒怎么样来参与社会呢？基督徒怎么样来关心国家社会呢？这是另外一个课题，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深入的来思想。那我想把这个当作一个作业，让各位可以去讨论。在当今的处境当中，我们基督徒怎么来关心我们的社会呢？怎么关心周围的习俗呢？特别中国有所谓严重的精神危机的时候，基督徒怎么样发挥信仰的力量呢？那基本上来说，最基本上来说，基督徒主要还是在属灵的国度里面，在神的属灵的信仰的原则里面，我们借着生命的改变来影响社会，这还是最好的改变的方式。也就是说，如果有广大的群众生命被改变了，他能够脱离过去拜偶像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或者说罪恶辖制的那样的生活方式，他的生命改变了，他的生活圣洁了，因此他就影响家人、影响周围的邻居、影响周围的同事，那这是一个最好的改变。质变带来量变，量变带来质变，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和平的、比较可靠的方式。那当然在有必要的时候，基督徒应该对社会的一些罪恶的问题发出良知的声音，发出舆论的声音，用信仰的力量、用信仰的立场来发出一些舆论的声音。那若是
要在整个制度上的改变的时候就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后来会讲到山东的耶稣家庭，那这是一个小规模，在一个很小的农村里面，像一个很小的范围里面，耶稣家庭他们就实行整个的改革的一个政策，所谓房屋公用的这样一个政策。那他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也是会遇到一些困难，当然有成功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大的困难。那我刚刚已经强调过，领导者，当你要改变社会的时候，当你要影响社会的时候，这个领导者本身对真理的神学的基础一定要很清楚，一定要非常的纯正，同时你的品格而且防范人的私心跟人的软弱这一方面要特别的注意，这样才不会落入太平天国的失败当中。好，我们就停到这里。